靓仔。学好数理化，翻袋不用怕。技巧一，非袋口勾球，从白球球心位置延伸到库边，再向外延伸同等距离作为一个点，然后向目标球进球点延伸，这条线与库边的交点就是瞄准点，中杆中底对着瞄准点打就可以了。技巧二，平行勾球，两颗球平行就取二分之一，延伸到对面库边就是瞄准点，中杆中立对着瞄准点打就可以了。技巧三，倾斜勾球，两颗球不平行就取白球球心的位置延伸到库边，再向外延伸同等距离作为一个点，然后向目标球进球点延伸，这条线与库边的交点就是瞄准点，中杆中立对着瞄准点打就可以了。技巧四，中袋贴库球，当目标球处于中袋附近贴库时，无球可 K， 就只能进行翻袋了，用球杆量出袋口中心与目标球球心的点位，取目标球的对称点，再将杆头向后移动半颗球的距离，对着这个点打就能进了。技巧五，从目标球球心位置延伸到库边，再向外延伸同等距离作为一个点，然后向目标袋口中心延伸，这条线与库边的交点就是瞄准点了，用中杆中力把目标球打在瞄准点上就可以了。技巧六，贴库翻袋，测量目标球中心点与对面库边垂直，然后对称延伸到目标球袋口位置，从这个点朝目标球中心延伸，目标球表面的点就是瞄准点，中杆中力对着瞄准点打就可以了。下课。